学生时期大家最害怕的科目是啥？大概十个会有八个说是数学。到底外国人与台湾人谁的数学比较差？而各自又因为数学差而闹出什么笑话呢？请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强。可是有时候像我们真的，你不要笑哦。有时候真的碰到那种真的打九五折，我还有曾经跟他讲说打，到底打九五折多还是打九折多，对不对？对不对？然后 你当时会觉得很 confused， 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以这些都数学不好运用在生活里面啊，就会碰到很多困难。好好对啊，生活上一定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嘛，对不对？台湾人很喜欢那个，尤其是付钱的时候啊，找那个他们拿来那个零钱出来找整数。比如说160块，对，我们就会拿210给你找，对，找我10块钱。但是在韩国，如果你给他210块的话，他就说没关系，200块就好了。然后他叫我40块零钱，这样子。对啊，韩国人数学真的很多零钱。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喜欢很快一点，韩国人很喜欢快一点快一点嘛，所以不要让那个老板麻烦，就是拿200块，然后赶快。那个找他40块，然后下一个这样子。这200也不是比较快吗？对啊，找一个50块钱，拿一个50块比较快啊，要拿40块。老板不用算啊，就是比较简单算。是不是你们韩国的那个科技太烂了？因为美国都在用电脑啊，他都会帮你算啊。你怎么好意思？美国人也是啊，你100比如说200，你看你自己怎么算？还讲我？算了啦，跳过啦。160他们会这样，10块。20块，30块，没有，他们每天都一直在那边算。那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给你错的啊，我们都是要正确的，对对对，从来也没有找对过啦。可是我觉得最奇怪啊，是你们的折扣。折扣？对，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去买衣服，好，很开心，我去一个店，然后看的88%，好便宜。然后我去买很多衣服啊，就我而且有很多人在排队，那我用信用卡，可是好像那个钱不对，然后说不好意思，这个衣服是80% discount 啊，然后他听不懂，因为我那时候不讲中文，他也不会讲英文，那你就吻他就好了，买衣服干嘛吻人家？衣服就送给他，没有，而且免费。我说不好意思，这个衣服就是世界语言不是？80% discount， 这个钱就是不对的。他说没有，真的是80%。有这个那个 manager 过来啊，因为你们的80%就是我们的20%。对啊，对，80%就是打2折嘛，8折。那就在台湾是这样啊？啊？国外没有这样？没有啊，没有。所以我说真的，我真的有跟朋友出国过，然后他就是看到也是一个品牌。今天的发型问题在哪里？怎么？应该跟数学不好有关。好，我们就也是看到品牌，然后他是我朋友很爱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看到那个折扣数之后，他就很兴奋，他说：“天哪，大打折哎，我一定要进去买。”然后买完挑完就一大堆一大袋，然后结账他就脸整个垮掉。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钱不对，因为我刚刚怎么算，他那个折扣都是现在的一半以上，怎么会这么贵？我就说什么你怎么算的？他说因为门口是写10% 就是 off， 对，我说那是9折的意思，他说不是1折吗？他看不懂。10% off 是9折，对，他就是不懂。所以真的只有在台湾是这样啊，只是反过来，对，反过来是相反的。就是说刘雨柔再把比欧的故事再讲一次，对，再凸显这个例子，就是说只有台湾是这样。对对对，不是，可能头发绑太紧了。折数我真的也搞不清楚，像如果我去买，像有些那种美妆店，不是说什么3件什么打7折，那我就会想是那每一个东西的价钱都7折，还是全部7折？它就是3件才能打7折。你买1件就没有7折，然后它中间还会写说2件8折、3件7折，对，就看不懂，就是要把你搞疯。对，所以我也不至于到疯吧。所以我就只懂那种，比如说买1送1，我就会知道有一个是免费，或是只要写那种半价对折，我就知道一定是一半。可是那种什么大墨数、小墨数什么，我就看不懂。我跟你讲，你就是很容易被商人骗的那种，因为像我们买什么洗衣精啊、沐浴乳啊，它不是都是有罐装的跟补充包吗？对。然后比如说好，我们洗衣精3000cc 好了，它是卖119块，然后他会说补充包1800cc 可能是70几块，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哦，那补充包好便宜，以后就是罐子留着一直补那个补充包就好。但其实换算下来，那个罐子的
100cc 可能是2点多块，然后补充包可能是100cc 3点多块。你可以再用国语把这整段讲一遍。所以对，所以其实算下来说，补充包并没有比较便宜。哦，而且也不环保。对，哦，这样子哦。哎，丹尼呢？你会算数吗？会啦，也是会。巴西有在教数学吗？有，我很厉害，我跟你讲哦。真的？不要欺负我啦。哦。哎，可是巴西跟台湾，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在巴西，你要买一个东西。哦，巴西没有 7-Eleven， 可是如果你去那个convenience store 买一些东西嘛，你随便说，就是你要买个600块的东西，他一定要找你400块嘛，对不对？可是他要找你的那个零钱啊，他是这样子给你看，那就跟美国一样啊。对啊，杜立也这样啊。对，可是台湾也不是这样子啊，很多地方啊，我去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算，他不会给你看，对，然后他全部给你，然后你要自己确认。对啊，这样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是台湾啊。对啊，这里零钱都是拿一大堆就这样。对对对，发票就一直给呢，还有发票，还有发票，发票会来啊。那有一次我就很奇怪，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买个东西600块，然后就。本来他要给我就是那个400块嘛，对不对？然后我把全部的钱就分在我钱包里面啊。后来我去买另外一个东西，我发现就有多了500块啊，就我也很开心哦，你知道吗？多了500块，500块不是你一个礼拜的那个生活费吗？对啊，所以我都一个礼拜都可以生活，你知道吗？所以你说你去你家附近的 7-Eleven， 他多找你500块，就是他了，店员，就是他。那店员因为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没有，但我觉得去像我之前去纽约的时候，是不是吃东西我们不是要给小费吗？哦，那也好烦哦。而且我们美国这一点真的很烦，为什么不直接算进去？又不能说一张卡就直接刷，就是你一定要例外，还要再这样算什么？干嘛整自己？美国人数学就不好，还要搞这种东西出来？对，所以我通常钱我都一定会放在我朋友那边，就是反正只要付钱，就是让我们就是这群最聪明的去付就好。于是我好像。第三天我的现金竟然全都没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花的。哦，就你朋友都只拿你的钱，我觉得他真的只拿我的钱，他自己就错了。没有，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自己听好。你刚讲你要给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就不是你，因为这个太简单，太简单，就是要这个价钱加税。因为我上次回去美国，我带了一个台湾朋友去，是，然后那个台湾朋友他一直说，哎，什么时候要加税？我说每一次都要加税啊，每一次哦。他看到一个99块，他说为什么是$1.07？我说因为要加税啊，然后有时候也要另外加那个小费。他都不知道怎么算，我教他怎么算，他什么都不知道。不是，那到底要怎么算？因为他跟计程车上面又不一样啊。计程车为什么要交那个小费也要给？对啊，但是很简单。为什么不直接帮我们算好呢？就是要我们额外算这样子。没有，那是你们的币值不是只有几块钱，你们还有几分呢？对呀，那是因为你们太……对不起，这边的人比较慢一点，所以就没办法算那么多。讲话很小心哦。对，就是要小声哦。没有，但是美国人就是应该是这样讲，美国人算。比较好，对啊，因为我们就是一想到我们就知道要加15%是多少。可是他们现在好像一个桌子超过8个人，他就会主动帮你加进去了。对对对对，刷卡就可以直接。那是因为我们怕有一些国外来的人，他们就不给小费。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台湾跟大陆的这个数字的手语，你知道吗？就是里面有什么6、7、8，看不懂。国外完全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要八，你要。八，那个是九吧？是九。啊，八不是这样就好了吗？他们看不懂。就是我的问题是我有一次去大陆，然后在大陆他们的八是这样，他们觉得是像八这个字。哦。我去买东西，我说我要7个，然后他说，请你不要举枪。那老外好像很笨啊，那是什么7个，什么8个，我这都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我是我要。他是不是觉得你要用枪射他，还是这样？这个美国人是枪啊！对啊，我们举例我看不懂啊，他们一定要这样啊，六个啊！对啊，这样不看不懂吗？这么可爱！哎，我们要来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来宾朋友啦，还有我们的型男们啊，你们喜欢数学吗？觉得自己的数学好吗？像彦君对不对？他不长个子，他应该长一点脑子嘛。对，我是外表看似小孩，但是智慧过于常人的。哦，数学小。可是彦君看起来就是那一种以前同学。
里面最讨人厌，不念书然后又100分的那一种。真的。哦，但不至于讨厌，但是我真的是没什么念，但都考得还 OK。你看，好讨厌哦！真的，而且数学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我就是背不好，所以我很喜欢逻辑性的东西，我就会算。像是我大学啊，我赚钱就是当那个数学小老师，我去家教，一个小时600或800，然后2个小时，别人要去肯德基或是那种那个打工，一个小时才80-90块，我这样很快就赚到了，所以我觉得数学还可以帮助我赚钱。对，那比欧呢？要还要问我吗？比欧，我们没有，我是最讨厌都是数学，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嘛。我最讨厌都是数学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可惜。我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最奇怪的老师都是数学老师。你们不知道数学老师都很奇怪吗？数学老师很奇怪吗？啊，数学老师都是有一种很悠悠的情绪，你知道吗？有，然后又没有生活的样子，都不是很开朗，还是跟父母一起住。然后，像如果我的数学老师是小珍啊，一定会100分。可是我的小时候，我跟你讲，我的数学老师是比较像枣哥。哦，对了，比较像枣哥，比较枣哥，所以不太喜欢去上课。以前那什么开根号，那长大谁用得到？对啊，但是有些生活上真的用得到哎，因为像是我装潢房子啊，我真的觉得省很多钱，因为你知道，像是要铺地板，你就要懂得算面积，而且家里的面积又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是有梯形的，像在窗户那边。你就要懂得怎么样算面积，而且算完面积以后，你还要知道要怎么样换那个单位，因为可能你算的是公分、公尺，但你要把它换成坪数，然后知道要买多少的地板。而且我跟你讲，应征工地主任。我跟你讲，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家整个装潢起来至少省2-3万，因为我少买了很多地板的东西，还有刷油漆那个面积，我都算得非常的精准。可是花2-3万，我不用去算这些，我很开心。也甘愿，对，你这样你就会被骗啊。而且他们家也挑高，也不用太高啊。对，两公尺。对，油漆什么都省啊。对啊。但是难得女生，我觉得会喜欢数学。会喜欢的。对，我觉得很好玩。我超讨厌数学，而且我数学是高中3年完全死当，连补考都不能补考的那一种。我有一次数学就是很难得没有考0分，就考了19分回去。然后我妈就想说，自己我妈想说对吧？我妈说哎、不错哦，有进步哦，虽然不及格，可是你还有19分。然后我就说，但那一题是老师他出错题目，所以是送分。哦，对，而且我对数字就是很没有那种敏感度，就例如说导航，如果他跟你讲500公尺后右转，我会不知道500公尺是多长。对啊，谁知道500公尺多长？谁知道？对，根本就不知道啊。还有再来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算那个钱，就是付钱嘛。那如果我们吃2400，那是不是4个人吃1个人6426？100，你还要算？还6424？要算一下。反正我跟你们说，就对我来讲，数学学到乘法就是加以乘除。就是这里就 OK 了，我之后根本就学不到，用不到。可是其实数学很好玩，就是大家会很 confused， 就是我们学了一大堆，比如说什么 sin、cos， 那长大出社会要干什么 ？sin、cos 到底要干嘛？三角函数要干什么？然后我以前90度就好了。我以前也会觉得，对，我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因为出社会真的用不到。但最后说服我自己是那个三角函数还真有用。哦。就你在拿撞球的时候很厉害。因为撞球它就是那个角度啊，所以你如果学会这些东西，你大概就是那个精准，你就抓得到。所以你以前学数学是为了将来混撞球的吗？你唯一能说服自己就是这样啊，因为我高中是学会计的，就是我对数字也是敏感的。哎，其实你数学不是也不好吗？不好，都是也是6分8分啊。那你怎么会到吃饭这种要勾大球的时候算得特别清楚呢？哦，那个不一样哦，因为你付出去的1分1毫，我自己都算得很清楚。什么？这种我都算不了哎，因为我刚刚就讲啊，比如说除以600块嘛，可是如果朋友跟我算说没有，你吃排骨饭是280，然后又要加1层，所以加1层是多少？280加1层不是300，39，08，再加28，对，我就不会算，然后我都会常常跟朋友说，那我请客。哇，我真的不会分啊！半价跟2件69折，哪一个比较多？我不会买，因为我分不清。我会选半价。对，半价，你们这个就被商人骗啦，因为半价它等于是
1.5 再除以二等于是75折。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事吗？听不懂。没有，我跟你讲，我朋友很需要我，因为他们常常出去就是会被这种话术给骗，但就是要我算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哪一个才是便宜的。我真的觉得有一阵子我都不敢出去买东西，我觉得外面好危险，数字我都看不懂，可怕。那杜丽呢？你应该是外面最危险的人。没有没有，去，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反正就是我数学算是不错，但是我就是很讨厌数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因为数学帮我赚钱，数学可以帮你赚钱。对对，我有三个地方我用得到数学。第一个是小的时候，我的同学不喜欢数学，所以我帮他们考试，帮他们做功课。什么？打手？旁边这些人啦，我会当老板，我赚钱，对不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几何学，几何学啊，因为健身房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因为运动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的手，要90度、45度，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对可以用得到。可是比欧有6块肌，他数学很烂，所以他手臂不好啊。他刚才讲的这个还可以吧？可以，对呀，很好啊，还可以。第三个是几率学跟统计学，可以算是那个几那个 chance 多大？对，所以玩扑克牌的时候，可以，对，可以算那机会我会赢了多大？我其实有一点讨厌数学。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是犹太人嘛，所以犹太人很重视教育，很重视数学。是，我跟你们讲，我妈妈多凶多可怕。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会考，就是数学考试，带考卷回家，就拽死了。我考98分，我很开心。我妈咪，你看我考得这么好，她拿着看一下，另外两份呢？就这样。那我数学真的很烂哎，另外还有2分他都不知道。老师呢？对啊，然后他会问我，那你亚洲的同学考得怎么样？因为他说如果是亚洲同学也考得不好，那可以。哦，他们是以亚洲同学的分数当评量。当然了，不要看我以前在台湾数学考6分，我到瑞士数学小老师哎。拜托，那一班还有救吗？有。我们巴西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小朋友要学数学的时候啊，他们会用这种笔，因为这种笔它的色面已经有一些就是一乘一嘛，一乘二，已经写好九九乘法表在上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小学生有垫板上面也是啊，这个都有。那你考试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看。一定的，一定的。在这，因为就你小朋友的时候那些你还没知道嘛，你还不知道，所以他们。有一些老师会给他那个学生用的，对，然后他们开始用的之后，他们就知道以后他们就不能没办法，他们已经不用用这样子。我觉得台湾的乘法的方式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给你们看，这是什么？很简单的，这个好复杂，看不懂。所以这是台湾人，就是斯洛伐克人，你们。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因为那个 numbers 太多，你们的方法从左边到右边，我们的是右边到左边，而且我不太懂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进位，对，就跟你的一样啊，只是顺序不太一样而已。但是这个你们为什么要写下来？提醒自己要加6啊，你可以不写啊，如果你记得住的话。如果你厉害的话。而且有人说女生的数学会比男生的。谁说的？谁说的？对呀，谁说的？啊，我说的，我说的。你觉得？我觉得，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女生朋友吃饭，那我们吃的东西差不多1200多块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们要吃晚饭，然后我就是要买单，然后就说，他就说啊，那我要给你多少？我说你要给我600块，他说，但是我只有1000块呢，然后说没关系，那你给我1000块，我给你400块这样，他说，但是你还要给我600块呢。我说没有，我们总共是1200，我们就是要分半一半，就是600块，你给我1000块，我就给你400块，这是不是很简单吗？但是他完全不懂这个逻辑，他就说没有，你还是要给我600块。他应该就是不想付钱吧？有可能这
所以很聪明。或者是说他觉得你知道比较多吧？是这样子吗？嗯，所以女生就是要领用我们男生的钱就对了。没有，可是我觉得女生的数字概念比男生厉害，所以持家都女生的。对啊，因为你看我从小，因为我跟我哥哥差很多岁，然后我从小就是看我哥哥每次学校考试回来，那个数学考卷永远都是个位数，然后被我爸妈打到一个半死。然后有一次他就考完试回来，我哥整个那个笑容超开的，你知道吗？他说：“妈妈，你看我拿一张奖状，说我进步奖哎，这样。”然后我就看，是因为他原本不都个位数，考六分什么数学，就他那一学期考十二分，然后拿进步奖，他超开心。真的有进步啊！进步奖十九分，哎，要进步六分很难哎。对呀。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然后是美国女生，然后我觉得她真的很笨笨的，所以我要看看。有台湾人会赞助，那个故事是，我问我的朋友那个女生，如果我们两个人去吃饭，我们要吃披萨，我点两个披萨，然后我想要切薯片，你想要八片还是薯片？她说我的披萨要八片，那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薯片我吃不下。对，我有看过那影片。我继续说，但是我说 ，the pizza 是一样的 pizza， and 他说你不懂吗？十二 minus 八是四片，所以那个四片我吃不下，好吗？对，他师傅，你有看到吗？那个影片？而且那女儿最后两个，我又不是披萨店切披萨，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切？这个两个生气。我之前有一个室友，然后我们就是一起住嘛，那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不知道台湾人都这样子还是只有他是这样子。冬天的时候他一个礼就是可能洗澡就是三天洗一次，你每个台湾人都这么脏吗？哪有三天洗一次很久哎，你只是碰到一个不爱洗澡的室友而已。是这样子吗？那不是，对啊，就这样子。那有一次我就说，哎，你已经三天没有洗澡，他说没有，我礼拜一洗了，然后说对啊，今天礼拜三，他说没有，就两天。我说没有，今天礼拜三，他一直觉得那是两天，但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已经三天。可是礼拜天呢？刚刚礼拜一早上哦，但是这个是礼拜三的晚上。礼拜一早上他可以动一整天呢，两天。那礼拜二呢？两天。礼拜二、礼拜三睡两天呢。那到礼拜三呢？两天呢？对啊。礼拜二两天，礼拜三也是两天。美国人真是数学好烂。礼拜二一天，礼拜三一天，不是两天。没有，礼拜一也是一天。他礼拜一早上洗了，可以撑一整天了。那个不算，老数学老师，这个算不算？一定算的吧。礼拜一早上洗的话，那礼拜一到了晚上已经一天，然后礼拜二一天嘛。对啊。那他礼拜三晚上的时候应该要洗，因为礼拜三从早到晚也算一天啦。对。所以总共三天呢。你们要结婚了。你看。对，我也觉得台湾的数学有一点不好，因为在那个 7-11 解讲的时候，如果要很多加加加减减减的话，可以用那个计算机。但是我上次去那个 7-11， 我买了175块，我给他1025块，他要给我多少？800啊？什么？对啊，但是那个人就是不能算，然后用那个计算机。我觉得这样就很简单的，为什么要？那可能是美国人来打工的啦。可是那个我也不会算呢，对啊，没有办法算什么怎么样。哎，可是你不要欺负他们，你知道他们多猛吗？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方法也不对，因为如果你要付165块，你给我265块，在我们的国家算是小费，你可以给我。你可以给我200块，我给你35块 ，OK？ 你没有零钱，但是你给我265块是小费。哦，我以为是小费。台湾的老板娘，他们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是哦，你有一个馄饨面，一个什么面，一个什么饺子，一个什么面，120，是很快。即兴一套超好的，对，因为他这一桌算跟那一桌算，同样东西价钱也会不一样。柯子培，你又觉得台湾人数学好吗？不是不好，但是他们，我觉得台湾人怕麻烦。比如说他们去吃东西的时候，他们不会，他们只要吃一个面还是一个饭，但是他们觉得套餐比较好算，不管他们饿不饿，所以他们会点套餐。所以比如说，单点需要100块。
套餐，比如说要加90块，你有点心，你有饮料，有糖，所以他们说啊 ，OK， 190块还可以。但是他们会看啊，这个饮料我不喜欢，那要改，又要加40块，那变成235块。所以他们本来要花100块，但是这个变成235块。可是我可以喝到我喜欢的饮料啊。对啊，你开心就好。对啊，就我跟算钱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像我之前我们的总务班上的总务是轮流，就是一个人就是轮可能一个礼拜或一个月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轮到我要收大家的班费，公费全部没了。不是，一个人我们班55个人，然后每一个人要1300。然后我那个时候少收了大概快7000-8000块，就到最后结算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会拿整数1300给你，他会可能是多少要找钱1500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这样算算，后来我就自己赔了7000-8000。刚刚说1300，我这个在台湾还没习惯，因为我要付钱的时候他们说1300，我给他1300块钱，他说不是1300，我是有1300，那是1300。所以我说没有，为什么没有说300？1300块，1300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会说1003啊，如果是三块的话。对对啊，1003块啊。这个不，这不是1003吗？没有，因为1003，因为三在一的旁边。可是美国，美国也有啊。美国也有，美国也有吗？美国如果是1200，1200。对对对，这一样。有时候的时候有一些人不会听不清楚。But 1003 and 1300 is different。但是我们会讲1300或是1003块，我们会这样讲啊。所以这是语言方面的问题。中文还要加强啊哈。燕君觉得是对嘛，对不对？我觉得是对的，而且我跟你讲，数学真的用得到我在生活上面，因为像是我常常会主持益智节目，然后就会开始玩游戏，像是我们有一次玩，就是如果单数的就要跑这边，然后双数就要跑这边。那小朋友啊，他们都会很认真，就可能2+2+2，他会很认真的把它算出来，然后再想说哦是单数还是双数，但其实不用，因为双数一直加，最后就是双数，双数加单数就会变单数，双数乘双数会等于双数，双数乘单数还是双数，就是你要自己就是去想象，不用全部把它算出来。你好厉害哦，对，你是老师神的，是不是？好厉害哦！他刚这一段绕口令的时候，我有点放空。你刚刚想到第几段就拎出手了？第三段的时候。哦，我今天讲我家水电费有没有缴？对呀、啊。但其实我想知道啊，各国型男，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国的数学最差？你写在白板上面。觉得啊，我觉得应该就是美国啊，因为我跟你讲，他们去那个不管去买东西啊，还是去大卖场结账的时候，排队一排就排半个小时，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就一直跟那个顾客在聊天，要用聊天来掩饰自己算不好的尴尬，然后越聊越算不好。对，然后一搞一个顾客就搞半个小时。好，来，请亮板。都美国啊，一面倒哎，哇，怎么大家？你是来这边欺负我还是？你也写美国？那你欢迎你美国，欢迎你美国。要骗自己好不好？有啦，有比欧有救你啦。对，他打问号，可是哦，你这样看也是 U 啊。这样也要扯？这样你是 USA U？ 哎，可是真的哎，比如说你哦，比如说565块钱，然后我们拿1065块钱给他，他就不会找了。500块啊。哎，那为什么你会找？其实美国人他会算半天。因为他在台湾待久了。是这样。对啊，我们本来就数学还不错的啊，真的。就是数学好的人就是数学好，是数学不好就是数学不好的人。可是大家统一都一致通过是美国。他们根本没有去过美国，是吗？我去过，我去过，去过，我去过。因为像你说的那样，排队很抢。但是这里韩国还是台湾都是他们很快，但是那个结账的人都是给你看10块，总共40块给你，找你这样子。哦，没有没有，这个美国全部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有原因，因为如果你少算或是多算，你是老板会发钱，那个钱你要自己赔，自己贴。啊，巴西人还敢笑美国人？对啊，巴西人。因为我去年去美国，然后我们去一个餐厅，然后我们就吃饭了以后去买灯嘛。然后我们准备买灯的时候，我们已经给他那个钱，然后我们在他那边等一分钟哦，我没有开玩笑，等一分钟，
然后他还要给我们那个钱，太久了。久了不好意思，你是下我们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等了十年的时间，你们的奥运的那些东西，到现在还没改好，还在改了，好不好？还没改，还在算角度，还算不出那个角度，还在那个量。哦，那可是杰明说他们自己美国的人数学也不好。你去美国，你就会知道，不只有数学不好，是什么都不好。就是笨的人真的超多的，对不起美国。没关系，因为反正大家都是互相投嘛。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就会有人出来验证，说到底谁在说谎了嘛？对，对不对？而且这些人呢，是我们这个也没有精挑细选哦，就去国小随便抓了三个人来，就随便蒙面就这样，你这样。对对对，就三个，哎，三位小学生，然后让大家来复习一下国小程度的数学是什么。因为也不要说我们欺负外来的人嘛，对不对？小学生刚刚好。对，对不对？对于比欧来说，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小学生军团，欢迎何瑞宇、张嘉敏以及曾韵妮，欢迎。啊，帅哦！好可爱，好可爱。看起来就是那种会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对对对对，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刘宇龙，这种看起来就是代表学校出去比赛的那种。对啊，何瑞宇是哪一位？很厉害。你平常你现在五年级了嘛？你现在平常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英文。英文啊，英文 OK， 英文就不是数学嘛。What's your English name? English conversation. Come on. What's your name? Eric. Eric. Oh, you're very, very cute. How old are you? 11 years old. Is this your girlfriend? No. Is this your boyfriend? No. 英文很好，英文很好，英文很好。对答如流，真的。他不是就 yes 跟 no。所以这个不是数学小老师哦，他是英文，英文喜欢英文。那嘉明呢？国语。最好不要考我哈，谢谢。好，你看也不是数学嘛，对不对？那玉宁呢？自然。自然，对不对？啊，你看，这样会不会太羞辱他们？派了三个都不是本科的，会不会太过分了？刚好而已啦，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那个我们的数学的随堂考了，好不好？二分之一杯第一届数学竞试，共分为三回合，每一回合有两题，最终答对题数较多之队伍获胜。第一回合，新南队派出的是金敏哉与夏雨桐对上小学生何瑞宇，究竟大人们会不会在第一轮就输给小毛头嘞？好了，都准备好了没有？好了，请看我们的题目，第一题有请。啊啊！左边的照片哪一台是？是哪一台相机拍出来的？哎，你题目还没念完就已经按了呢。答案是一。一，为什么？因为刚刚就是那个上方相机就会拍出那个形状，嘿，可其他地方都不会拍出角度的问题。哦，是角度的问题啦。所以不会是三号吗？那为什么？我也是选三号。你是怎么样那么快就知道答案？在这么帅的哥哥题目还没念完的时候，你就已经算好了。对，你刚刚在口急什么啊？不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中文怎么会是这样？好，那你们那边的答案是什么？哦，金敏哉也是一一号，夏雨桐是三。对啊，怎么看都是三呢、啊。谢谢夏雨桐。二跟三比较不可能，怎么看都是二跟三比较不可能，因为现在照这个画面来看的话，二跟三应该只有两格而已。对，哪两格？三照起来应该会是反方向了，就是没有，也是两格，除非它另外一边有一格。对啊，对啊，它的切最下面少一个嘛。对哦，那你怎么猜到一的？就是从后面排的，后面左边三个，中间两个。右边一个，如果从那个四号拍的话，右边三个，中间两个，左边一个这样子。哦，你开心就好了。哦，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瑞宇当时获胜啦，呀！好，那你们还有一个机会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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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种机会真的得来不易啊，要把它放在心里，不要再输小朋友了，好吗？瑞宇那一样，就是放轻松了，准备好了哈，好了。好，来下一题，请看。一台提款机最多只能领60000哦，但是俄罗斯人领了200000哦，不，但是贾斯汀要把全部的存款28万5000领出来，他要去几台提款机领钱？对啊，他已经按了，他刚刚已经按了，不好意思，他已经按了，已经写到那个墨水都要干掉了。好，对不起，你的答案是五台，为什么？因为
因为那个前四台都可以领六万，所以24万，可是还有45,000元没领，所以要去第五台提款经理。对啊，不好意思，很简单。他一讲我才想说，哎，对吼。对啊。哎哎，干嘛擦？干什么？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夏雨桐，你在画画？你看夏雨桐的也不会对啊。45台。45台。所以因为每28万，那如果他只能提6万，那是不是要除呢？是28.5，不是285。哦，对不起。谢谢啦，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嘛。好，好 ，OK 啦。那所以这一回合我们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何同学。对，获胜了，恭喜恭喜。第二回合，西南队派出的是刘雨柔跟费丹妮，对上曾玉宁同学，到底大人们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呢？对对，你在学校是学什么的？贸易。怎么可能？真的、啊、有说服力哦，他学贸易，国际贸易啊，国际贸易有吗 ？OK 啦 ，OK 啦，国际 party 还有可能。所以你们那边派出贸易科跟会计科，对上我们自然组的。玉宁，哎，我都不相信他们，刚刚英文组那么强哎，对，他超厉害的，好不好？好，准备好了没？而且这近视玩很吃力。准备好了，因为我们这个口级大王会念题目给你听。准备好了，我念题目都很慢，一定有给各位有足够的时间，对不对？下一题，请看，17+43+15=9等于。好，请请秀答案。打开啊，我看啊，打开啊。哎，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等于说我刘雨柔，你刚刚写65哦。好，这边贾春丽姐姐，来，所以你的答案是66，正确答案。我们先打了，没有他题目也错啦，他答案也错啦。不好意思，你管人家先答后答，按你自己不是？我还在看呢，好不好？哦，后面减九，我看成减五，所以我又抬头看又看错了。哦，你错啊？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给他说出来。那你一开始前面就算错啊，6+75=9，对，这就66。对，我看错，我真的看错。好，这一次又是我们玉宁获胜啦。是是是，那到底他们两个来干嘛？66本来就一次机会，再给我娱乐，再一个机会啦，哈，再一次机会，哎，好，请注意按铃了之后答案不要改。对对对对对，啊，你不要再放空了。不要，不会，好，好不好？来，下一题，来下一题，请看。12+13+9=？按，赶快按！怎么可能？好，等一下，不好意思，你们先来。我们费丹妮先按的。好好好。你的答案是？同学的是165。哎，对，正确答案。你到底写多少？他写2+1嘛，365啊。所以165，正确答案是165而已吗？正确答案是165，恭喜同学获胜。哎，那我比较好奇哦，246是怎么来的？他可能要常坐的公车吧。刚刚有一点。246应该可以坐到研究院的吧？26号，这怎么算出来的？他们好快哦。没有了，这两个又 out 了。又 out 了啊！我跟你讲，我们不派强棒不行。车子培可以出来了吧？自称为数学小老师，只长心不长个子，燕君。加油！这边柯子培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这里面最强棒的。天哪，没想到我们的型男队竟然一路输给小朋友，最后派出林彦君与柯子培这组强棒，对上张嘉敏同学，究竟他们有没有办法挽回大人的名声呢？那这边，准备好了，我好了，好了，好可怕哦，弄得这样子。好，哎，我比你矮。准备好了哈。那我们的题目是什么？请看。啊，这要怎么念啊？9+2除以3/2+1。真的？先乘除后加减，我想说这要怎么？9+2除3/2+1。哦，哎，柯子培已经按了，再来就是我们的林彦君，现在就是该换了我们的国语科的张嘉明，你的答案是？好，所以彦君先。柯子培在作弊。7。彦君先嘛，是7嘛。七。然后我们同学也是写7。对。然后呢，他写7.5。
怎么会是七点五？不好意思，因为他的算式哦，斯洛伐克的算式跟我们不一样。好，所以呢，七点五七七，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多少呢？答案是七，恭喜燕君。我们一人队有分数哎，真的谢啦！再来一题啊，再来一题啊！我是靠他。最后一题，我们可不可以要求加入我们的杜丽还有最爱的法比欧？一定要，因为杜丽她数学很好。加入加入，好，加入一定要啊！来啊，好不好？我刚好今天没有戴到眼镜，不好意思看不到题目。不好意思，题目是我们法比欧的眼镜可以借你。最后一题有这个杜丽跟法比欧的加入，加入了哈，那也应该只会更惨啦啊！所以，好，你说一比四怎样？打四啊！你想要加何瑞宇，你才比较有自信，是不是？嗯，好啦，你们都四个人呢，给他们好 OK 啊，没问题啊，好不好？好，所以最后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哎，请看。观察下面这个骰子看不到的三个面上，骰子的点数和是和还没有练完，还没有练完。哇塞！等一下啊！啊，等一下，这样子不 OK 啊？这个题目为什么没有英文？我们都看不懂。对，你常去香肠摊，你不知道点骰子？没有，这个我不懂，我就是。嘿，好，那我们来看每个人的答案啦。好，何瑞宇是十四啦，我们张嘉明十四也是十四。柯子培会不会有不同的算法？哦，没，我看他了，我相信他了。你看我的，你作弊，你作弊，直接算了吧。我们不是一个 team 吗？不行，你们要各自的答案呢。我们因为是一个 team 嘛。好了，那到底谁最先嘛？刚刚是他吧？是你们先按的吧？应该是对，何同学啊。对，那恭喜我们小学生队又获胜啦！台湾人数学水准高，外国人对算术却很不在行。今天二分之一强就要来考一下型男团，看看谁的数学头脑最好，到底谁会是冠军呢？请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强。上星期我们去热炒店聚餐的时候，那一天整个热炒店吃起来的钱大概6000块，是多。然后是孟多说他要请客，很棒。但这个时候杜丽就跳出来说，不行不行，我们大家平分。然后那天大概6个人嘛，所以是不是？一个人1000块，是。然后那一天孟多喝多了，隔天就跟杜丽说啊，一个人1000。然后那一天杜丽是唯一一个有先付钱的，付1000。然后当隔天的杜丽就说，哦，昨天6000块，一个人1000，好，那我知道，我等一下再给你3000。为什么？有这么傻？我说什么？没有，因为我知道我们另外五个人有3个都不会付钱。我想说说，因为他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我们每次出去，如果有时候是我付，有时候是 Mono 付，但是我都从来没有听到有时候是 Fabio 付，有时候是沙小付吗？都没有。会不会是因为法比欧的粉丝最多？你干嘛要这样子讲？我们就是要面对事实，你不要这样子讲，好不好？我们都不相信你是富人，小小。小小有付钱吗？你确定的吗？有啊，你也喝醉了吧？谢谢你帮我讲话，哇耶！好兄弟，少侠付钱还蛮难得的。对，真的蛮难得。你们有什么经验可以说他们烂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他在我们班上数学大概是前2名吧，数学蛮好。所以是外国人吗？没有，台湾人。然后，但他就去了美国念大学，念完4年回来之后，有一次我们大家就去吃东西，他就开始出现那个小安哥刚刚讲那个状况，他开始不知道，199，然后找1块，他就开始会有点。频率就怪怪的，他就是没有办法那么敏锐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退步了？”他说：“对，因为去那边所有人算术都很缓慢，然后他就被影响也变得很慢。但他在班上是数学天才，这样就是。”我想60块，你给他110，他不会找。对对，他没有办法算那种什么找整数50，找什么硬币这样，他没有办法。在小学以前的数学很好，是上了国中以后就不行。上了国中的原因，小学都很简单嘛，加减嘛，99乘法表搞定。他听说国中以后，你的数学老师后来都失踪。最好是了，你不要在那边回谤我。我刚好很倒霉，我的数学老师又是急任老师，就班导，那会死啊，你知道？会死，那是打到死啊！对，打到死。我永远记得每次考完试，60分以上就不打。60分以下就1分就要一下，可以前1分以下是拿藤条，对，
我大概都考三四十分，屁股打到烂不打紧哦，已经 OK 了嘛。那时候夏天，尤其夏天，我们又穿那种学生是短裤到这里，对，有的时候抽到屁股肉比较不会痛，但是打同样位置打痛以后，老师就说那打下面一点，就是打到腿这边来，所以这边都是一条一条的。那打了大概二十几下是屁股以后，真的受不了，哎，还差十几下，打哪里的？就打手。每次手打到拇指都吃萝卜干呐，就几乎那一堂课打完以后，刚好下课，然后下课就是打你用的。你好像是那老师哦，你是那老师的儿子吗？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觉得好爽。教哥，所以你这样说你的数学不好是不是？是我恨死啊！我再不想上数学课。哈，问你这一题：如果放款150万，两分利，一个月利息要缴多少？三万是吧？对你很好啊。对啦，不是啊，你怎么曾经收过嘛？收过，最好是我收过账啦。如果你把那个放款这句拿掉，他就算不出来，对不对？你白痴啊！那个150×2就那我问一下哦，那如果是两成嘛，三万。那如果是150%是多少？6%多少？150万6%，好像也是30吧。三吧，哎，所以把放款两个字真的差很多，哎，不会了，不出来了，是九万呐。我是在伦敦买衣服的时候，我发觉他们真的对数字的概念有一点 problem。就例如说，去那个 Burberry 买衣服嘛，那一整套上衣再加裙子，整套的衣服它算200英镑。后来去旁边的专柜，就是翻，哎，一模一样的上衣80磅。哦，然后又看到一模一样的裙子80磅，但是整套卖200磅啊，不是360吗？就是这个有这个问题，哪里360啦？刚我们说200磅，那80/80不就加起来360？他是说他第一套上衣加裙子整套两百六，但分开买是80/80，怎么这个很聪明？因为有很多很笨的台湾人会去那边，就看到一套，然后就买一套。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会自己去找。那是为了骗我们啊！都是我们班同学英国人，他们就是买整套就去算钱了。然后我是拿上衣再加裙子，这样听起来你因为你念的是贵族学校，可以拿一整套去结账。通常学生应该不会花200磅买衣服吧？买一套衣服，还是他有送皮带或什么的？没有啊，但是就是会看出来他们这个逻辑有一点问题。好，我们来做个测试，你们觉得台湾人跟你们的国家来比的话，谁的数学比较厉害？觉得自己国家比较厉害的请举圈，台湾比较厉害的请举叉。法比欧，我从来没有听过法国的数学好。对啊，没有。我觉得在台湾很奇怪，你去买东西，你去餐厅。那个数学很简单啊，你去反正250，你给300块，他还用那个计算机，对，300，没有，他们有时候是要确认，怕自己出错。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嗯哼，对啊，他会不会希望你不要走？杜立，你举圈，美国有比较厉害，你看你后面的朋友们。Sorry。对不起，哎，我不管他，我说实话，一定是美国人。你要想好，不然为什么台湾的家长都会送他们小孩去美国念书？送小孩让国外念书跟数学没有关系哦。是，而且就是这，不然他们送他们去美国干嘛？学英文，学英文，因为学历呀。在台湾也可以学英文，有那么多老师，对不对？没有，要在那边当地，这样才会讲的很。这边的英文老师素质比较差，都像你们这样的，那是比较好的。早哥，你要让我生气吗？小黑，你现在是小黑？哎，我跟你说，如果这边有两个黑眼圈，我送你两个黑眼圈，我们真够几个。你不要废话，你赶快讲，好吧？讲主题，不要那么给我废话，赶快。特雷觉得是台湾比较好。对，我觉得台湾比较好，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的数学真的很烂，还是台湾数学真的很没有。今天只有你说实话，我也觉得对。可是我觉得德国好像真的比较好哎，德国数学，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好的样子。对他看起来从孟多看起来就数学笨笨。哪有？圈子不应该哎，拜托我超聪明的好不好？你凭什么举圈？对啊，你凭什么？不是，因为。
我们现在刚刚说是哪一个国家比较嘛？没有说，没有代表。可是你是国家代表哎。是啊，所以我很聪明啊。因为你看哦，我跟你讲，在台湾就是你们讲的没错，就是说找钱的时候随便找，对不对？但是日本人先看数字。随便找那谁？我们随便找就是正确的数字，随便找找都是对的。比如说好700块好了，700块，那是有些人先找200块有没有？然后再找500，但是我们人日本人不是，找700的话先找500。最大的在下面，然后100块100块就是700，就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是找钱的顺序跟数学没有关系、啊。一样啊，就是不会算错啊。我的意思是那个算式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比较没那么的清楚。少侠，德国人的数学真的比较好、啊。当然是德国人比较好，因为德国人爱计较事情。对，你这样讲有道理啦。真的是你没办法跟一个德国人，而且德国人一定要得第一名。如果所以我们小学的时候就会一直比较谁数学最厉害。那德国人还有那个爱因斯坦，还有高斯，那些人就可能算那个他用数学算地球是不是平的嘛？我是爱因斯坦那个 EMC square 嘛。在印度哈，我们有这个就是叫1919乘法，就是它有1919到9999，那它就是怎么算呢？就是可以3秒算出来答案，就是说14×13的话是多少？那就是把3+4等于17嘛，然后17再乘10，因为是十位数，然后就等于170，然后。再4×3等于12，170再加12，这样怎么可能3秒钟都算完？就很快啊！他们用背的，你们是用背的，对。可是这个方法台湾也会有教过啊，不是只有他们用啊。然后到9999，老师会教。对啊，其实这个就是印度式的乘法表。这目前所有举圈的，我只有相信波力士，因为印度的数学是真的比较好。但波力士，你本人的数学好吗？非常烂。对，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很像毒枭啊，怎么会像是？因为波力士没有那种数学脸，我觉得唯一有数学脸的是巴斯田。对对对对，他就是读理工系的那种脸。巴斯光年是经济系的。对。我是清大经济系的，然后清大，我。没有人敢讲话哎，信不信由你。清大经济系，清华大学经济系，对。那你要看学那哇塞！所以，哎呀，你是所有的功课里面数学最好吗？就是我为什么考上数学系，是因为我其他科。英文那些还可以，但是我物理很差。但因为我那个他们升学的时候只考是加成嘛，所以因为我数学考很高，所以加成之后其他比较烂的就可以被忽略。你很厉害，数学考100分，这对女生来讲很难得。可是我是考社会组的100，那个我们自然组我好像是考70几。我觉得很厉害的物理数学很厉害，物理学怎么会很差？因为在德国会数学的人通通都会物理。我也是这样觉得，可是我物理就是烂到不行，而且我都有补习什么，就是不来。可是我数学不用补习，就是听了就懂。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天生的吧。不过听说了，听说女人如果数学好的话，心机都很重。真的，外国人在台湾，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外国人的数学比较不好。你们有曾经被台湾人笑过你们数学差吗？我那时候很委屈，因为我在台湾读大学，那我读台北科技大学，那台北科技大学很多学生就是读高专啊，然后考可能一些数学进来的。那我上微积分课，然后我觉得很可怜，因为我的同学都刚毕业高中了，刚才考那些微积分的题目都很熟悉，但是那时候我比他们大4岁，所以我大概4-5年都完全没有碰任何的数学。然后我们上课，我就完全哇，我就好快，进度太快了，我都听不懂，怎么办？我一直举手，不好意思，老师，那你前面先什么？大家都老师，不好意思，少侠，你可不可以下课再问？我觉得压力好大，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觉得你的数学真的很烂，你要不要换到别的？哎，外国人还有一个特别的班，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外国人的数学班，那个就是真的几乎证明外国人的数学比较烂。但他们的班是礼拜六的时候，那我想说，我礼拜六根本不会想去学校啊，谁会想啊？所以我坚持上就是台湾人的课，但是我真的差一点点被当了。台湾人就很厉害，真的很会背公式，所以因为我们在德国，我们其实很懒惰，
对对对，我们考试的时候可以拿一张纸，上面有所有的公式，你要了解你要用哪一个就可以了。公式就是一个运用的方式，公式要背啊，因为你公式背了才会用啊。哎，而且刚刚他讲已经很明显了，为了一些外国朋友，他们还特地开了一个补习班，让他们去进修。你就应该要去那个班级啊。对，我懒得去留你班。你去的话，说不定就会碰到贾斯丁。哎，对。克雷，你的数学多么的不好。哦，非常不好，非常烂。每次想到数学，就是简单的，还是要想很久才有答案。之前教英文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小学生问我简单的数学问题，然后我想不出来，就是想很久。然后另外一个学生说：“老师怎么那么容易？你怎么不会？”然后我说：“我是英文老师，不是数学老师。”对，没关系啊。而且我也是发生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教英文的时候，我又常常跟我的小朋友玩一些游戏。那这边写一个分数，这边写一个分数，然后他们做什么错的事情，我把他们扣分。那有一次是14分，然后我要扣9分，然后自己在白板上8分这样子。然后他说：“老师你在作弊。”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是故意考你们啊。”对，这个是好的方法。但是这个也不能怪我们美国人，因为你看台湾很多人他们数学很好，对不对？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美国人有一个说法：“哎，你什么都会做，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得很好。”这是台湾的一个其中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数学可能是很好，是没有错。那数学是比我好，是没有错。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得很好啊。哦，就是你自己数学不如人，你现在砍拖别人就对了。因为我真的发现，我以为是我就是我的数学很好，发现我真的很笨。你是现在才知道你很笨吗？我现在才知道，我很受伤是不是？我没有，我真的就是很意外，因为我其实我很认真的就是想数学的问题，被每个人笑我，哎，他每个人笑我很笨，我多伤心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被笑数学笨？因为我刚刚就是我们就是聊一下那个算式的算式，那时候我算不出来很多东西。对啊，因为我。有时候因为你们的那个数字的方式跟我们的数字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我是跆拳道的选手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很紧张，第一天那一直练，然后就是说，因为你们是1 2 3 4 5 6 7 8 9 10嘛，对嘛，但是我们日本人是1 2 3 4 5 6 7 8 9两个四。哎，那如果你另外一只手拿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算到十，哎。是啊，对啊。哎，真的哎，哎真的哎，日本人怎么算呢？你说你说五，用手比的方式不一样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不一样。没有，没有那个时，没有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来台湾第一天我很紧张，然后呢就是练习，然后教练就是踢几次，然后我就很认真听，就是那个教练帮我讲英文。然后，但是就是一个学长很凶哦，他说：“哎，右脚踢六脚，听得懂？六脚。”我很紧张，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你就想说，你要做什么？没有，这样说我就是接电话，我就是拿给学生。意思他的意思是电话，真的，我就吓到说学长电话 ，no six， 我说喂，六。所以这个也会搞混啊！我觉得台湾人这方面真的很机车，这个很夸张。哎，外国人通通都不用这个方法，只有台湾或华人会用这个。那每次台湾人比这个，我们外国人看到你很笨哎，你怎么看不懂六啊六？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你们那边比六是怎样？六，你真的要听啊？这样很笨哎。新南，请看着我，我喊一，我们就比一，好，一，一，二，三。等一下，你怎么会是这样？我法国好像跟德国一样。你们怎么会是这样？法国跟德国一样啊。OK， 所以三四。OK， 我没办法。是你这样啊？不是，他的手，没办法。是比好的意思。七，就是八，九，我更没办法。十。法国跟德国一样，我们小时候开始数学的时候，比方说3岁、4岁，我们会用手，
周杰伦说，我说我有三个糖果，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对啊，好可爱。然后我妈妈给我两个，一二。哎，所以你们一是这样吗？所以全部是一二三四五。一是大拇指，对啊，这样啊，这样二二对。那德国的数学的表现方式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之前有一个女友，她要准备工作，她要算一个数学题目。然后他那时候要加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不太记得他用什么方式，但是我看不懂，我就跟他说，哎，你的方法好像很复杂，这样算得很慢。我就给他看德国人的算法，他看不懂我在算什么。我以为全世界算数学都一样，好像不一样。这种题目嘛，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算，但是我们的算法就是我先六乘以三是八嘛，我这边写一个八。然后这边一个小一放在这边，对，那我就六乘以二写在这边一个十二，对不对？加一，所以变成十三，所以一个，你们用一样的方法吗？没有，应该是八乘以三呐，不是六乘以三呐，七零八。然后就继续这样写，然后第二行写在这边，然后第三行写在这边，然后再加起来。对对对，差不多一样，只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是直的直式，乘在下面。哦，这我觉得你喜欢。那还有除以的方式。对对，我们是这样。对对对，我们还有一点是这样，但是要把后最后面要对齐。对对对，我日本也是。对，我们是最后面要对齐了。没有，我们是最后面。个位数啦，个位数要对齐。对，个位数，哎呦，一个数学不好的印度人告诉我，个位数跟个位数要排好。对，你是对的。除以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五十除以八就没办法直接写一个数字嘛。这六二点五啊。你可能要用，是不是？对不起，我这样没办法写。你要怎么除？六点二五。我只能算四十八嘛，对不对？对。啊，怎么写一个八？啊，这边写一个六。对。那接下来剩二十。剩二，对不对？对。那二除以八没办法，所以这边要写一个加一个零，那这边写一个逗点，那对是二，那就是一个点，所以二十除以八是二，对不对？嗯、好，剩我用的数字是十六，这个六怎么写？随便写，反正剩四十嘛。对，然后再四十。五再补零，四十，然后最后就五嘛，所以这是我们的答案，我们是这样除以。你们有点慢哈，有点笨哎。那你们怎么算呢、啊？用那个除号，除号那个，对对，然后除以八。哦，对了对了，这样是简单多了。六四十八，四十八，然后二十，二十，然后点二八二十六，四，对啊，然后这边是四。不是这样，除得进吗？除得进，除得进啊，除了六点二五啊。你写的跟孟多的差不多哎。一样啊。日本跟台湾真的很近，搞不好我们的数学是跟日本学的同一个体系。那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也是啊，美国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只有德国跟法国是一样的嘛？可是那个海地也是这样子。巴斯光年不是这样写？有一点像，但是有点一样。对，有一点位置不同而已。位置不同而已。看得懂。克雷，你看到这里，你看得懂吗？看不太懂，假装看懂就好了。很诚实，你好棒。所以你觉得台湾小朋友跟美国的小朋友在学术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应该是台湾的小孩就很早很早就开始学数学。我之前教那个幼幼班，他们两三岁而已，但是我们每次吃那个午餐，另外一个老师跟他们一起念那个九九表。然后就九九乘法表，对对对，然后他们两岁而已，所以他们的中文也不太好，所以就他们一起验就三三九三四十二，就是觉得很夸张啊，就是他们不会说中文，但是开始学那个九九乘法，数学，对，数学。就有一个问题，会不会你看我们平常玩游戏，就大家不是唱歌什么时候都会玩九九乘法表，他们会不会也可以玩啊？他们玩得了吗？可以玩一次看看吗？现在你们会背九九乘法的，请举圈；不会的，请举叉。现在只有孟多跟少侠会。来，我们要试一次，来，一二三。九九乘法表啊，八五。八五。你讲话就好，不用去碰。是你梦到我，八五四十。对，然后在那里又在问我。四八三十二九七六十三七八五十六六五三十十。哎，对不起，我跳题。就这个小学就完了。这个你们会吗？不会啊，应该
应该可以。有什么好玩的？不要问有什么好玩的。这个可以增进数学能力耶！但是这是台湾的问题，你们都是用背起来的。对啊。那你们的创意到底从哪里来的？背起来原因是因为你在算其他时候会快，因为你不需要。好，杜丽，我问你，如果你现在买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15块钱，你要买12个，请问多少钱？让我们猜，我要我，哎，我有计算机哎，这样子不行吗？我们就是可以省略不要计算机啊。如果这世界上没有计算机，你就完蛋了，就完就算不出来了。好，我们要知道究竟外国人的数学能力真的差不差。我们现在给你们看一个小表格，这是录影之前做的一个小测验。是。为了测验型男团与3位来宾的数学程度，制作单位特地在录影前进行了考试。考卷共有10题，每一题的难易度都相当于台湾小学生的等级。到底大家能不能写得出来呢？真的不知道哎，那很难哎。我已经差不多二十年没有上数学课，所以这个考试对我来说是有点公平。我为什么要考这个烂考试？这个考试太烂了啦！而且都是中文，我们怎么会看得懂呢？这个白字都会好不好？啊，24、7、6，不是哎，我这个不会。What？是怎么样的？梦露，你真的很笨。糟糕！你看这个印度人不是说数字很好吗？都会很会算数吗？你看这个笨的印度人，有资格笑我吗？我没有。虽然我很笨，大家知道没有？其实我是天才过度，所以变得很笨，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人哦，不会算数，一个都不会。糟糕，我是经济系的，数学算得好，对啊。今天天气很好，对不对？我刚刚有去晒太阳，所以我现在有点晒伤。你看我的屁股很红哎。你算得好快哦，好厉害。好，不打扰你，错了。你的数学好吗 ？OK 啊，差不多，很简单。全部人当中谁应该最烂？最烂哦，我觉得可能是最帅的比欧吧。他生气了吗？没有，他还在继续算。四分之三得过的，我怎么知道？四分之三，四减三就剩一，是不是？就等于一吧。你就他。甲数是乙数的8倍，乙是甲数3/8，那我怎么会知道乙数？他一直在跟考卷对话哎。我考补习班如果你要可以。Get out of here！ 我们要上课啦，今天上的是数学课，我们欢迎二分之一强的数学老师尚明老师。老师尚明老师补教资历超过18年，各大名校榜单上都有他的学生，还有一位企业家指名找他当孩子的家教哦。我们找了一个台湾最高学府资质的老师来教大家，所以老师平常数学是最厉害的，对不对？还 OK 啦，还 OK 啦。他考这个就是改这个考卷，有没有想杀了我们大家？蛮意外的吗？蛮意外。你们等一下，他看到发布成绩才知道什么叫最意外。哦。现在我们先来发布成绩，从最低分开始发。最低分，好残忍哦！这样算还不是有点狠？好了，从最高分开始发。第一名，一定是我，谢谢。贺少侠90分。真的，来第二名，台湾代表数学系的张爱雅，80分，怎么会？粗心大意啊！对，来第三名，你想象不到，吃草也可以这样，一个美国人的数学居然可以这么的好。来，杜丽第三名，80分，一定作弊，一定作弊的，他都算他的钱呢，哎，怎么可能会作弊呢？第四名是谢欣，80分。谢谢。哇塞，怎么厉害厉害？八十光年60分，你不是清大吗？啊？所以他不是念数学系吧？他念经济学。可经济学也要数学很多是会
绩啊。可是他前面数学也不能太差啊，啊对不对？来，再下一名是我。拜托你不要穷这样。为什么不报分数？对啊，你要报分数、啊。因为我后来在仔细写来，发现我有三个错误是我自己，80+26，我居然写96哎，应该是106，你知道吗？跟杜丽也差不多啊。我是55分啦，差一点点，就及格来。下一位是玻璃室40分，好笨哦你！什么？丢了印度人的脸了！你不要让印度人知道，印度人不是四十分。克雷45分，怎么可能？哇！好厉害 ！USA，USA。孟多35分，谢谢。孟多不是最后一名哎，二三名同分。哇，我怎么那么烂啊？赵哥35分，真的。赢了法国就好。我们今天比的不是谁分数高谁就第一名，我们比谁是最后一名。恭喜法比奥！哇，法比奥做什么都是冠军呢？有稳定吗？没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法比奥最后一名还是很帅，对，很帅，就是很迷人，就第一名啊。他只考30分，你也觉得他帅？他对啊，可是我觉得数学帅就很讨厌。那我们来看一下成绩表。嗯。第4题跟第7题是大家错最多的，还有9D，所以我们就请老师帮我们解一下第4题、第7题还有9D。首先，请老师解第4题，这张图的长方体，它的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公尺呢？好，我们现在一个长方体其实有几个面？六个面，上下前后左右嘛，对不对？上下是一样大的，前后一样大，左右一样大。所以你在算的时候呢，你要把3个独立的面呢算出来。所以上面的面呢，4×5，我现在是大家没有问题。嗯。那么前面这个面呢是3×5。嗯。哦。然后呢，在侧面这个面呢是3×4，个别算应该都没有问题，对吧？对。对。然后每一个面呢，其实都有对面的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通通加起来之后，乘以2，嗯，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今天的题目好无聊哎。对，讲得好。中肯啊，太中肯了。然后我们再来解一下第7题。第七题也是错最多的嘛。第七题全部只有一个人对，就是谢欣。怎么可能？谢欣答对的第7题题目是：林森北路长4.8公里，在路的一旁每隔240公尺种一棵树，路的两端都有种。林森北路上总共种了几棵树？哎，梦多出来算一下好了。这是210米嘛，对不对？然后那个4.8公里就是等于是4000趴。嘛，对不对？对。然后240就等于是这样啊。240嘛，对不对？对。然后等一下，这样还要算啊？20。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这种不用这样吧？对。好，错位置了啦。好。写错位置，没关系，所有人到这个阶段都是对的。到底哪里出错呢？我们请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哪里错啊？来，这边呢，前面的概念都是对的哈。4.8公里就是4800公尺，单位现在换成一次了，这个也是240公尺一个间隔嘛。所以这边算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能算出它有多少个间隔？一个间隔、两个间隔、三个间隔，点点点到这边，总共有20个间隔，对，没错。一个间隔对应到前方有几棵树？请问一下，20个间隔是怎么算出来的？刚刚好问题，你算的吗？4800×240，4800×240，对不起，没有，赵哥被挡住了。哦，赵哥，你问，没有，对不起，赵哥，我问你哦，如果你放款480万，啊，2分利，一个月要缴多少钱？是了，不要这样。我如果去林森北路的话，我就走240公尺，插一根旗子，再走240公尺，我就知道两边是多少了。哦，我干嘛这样算？你插的时候先跟炮哥报备一下，你不要插，我怕你会出事。所以刚刚算出来的是间隔数，每个间隔数那边示意打一个勾，一个间隔对应到前方一棵树，第二个间隔对应到第二棵树，第三个间隔对应到第三棵树，所以到最后一个间隔对应到前面第几棵树？第20棵树，因为总共有20个间隔嘛，所以最后还有一棵树没有算到，所以要加一，所以一般人会漏掉这个加1=20。哦，那个是一个公式啦，就是头尾都中加1，头尾都不中减1。
对，但是我用理解的方式让大家学会。记得小学有背过。老师，这个理解方法我都没有听过，我觉得好听。我也是用背的，我也是用背的。真的吗？嗯，台湾学生大部分哦，所以这个重到最后不会是双数，会是奇数，对，单数就对了。因为双数都包单数嘛。你有病啊！哎，听他怕我们好爽。老师，如果班上有这样的同学，你会怎么处理？我会用爱心来教化他。哦，他没有办法。来，还有错最多题的是在第九题，然后这个题目是。这题是计算题，124减括号23减51会等于多少呢？这是怎么减？怎么减？来，我们先找人来出来算一下。错的那个人就要出来。我们请赵哥出来算一下。因为23减不了51嘛。对啊。所以就124去减23呢，对不对？为什么23没减不了？他小他大。赵哥他有括号。括号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没想到你真的这么笨。我们现在请巴比欧来算一下，来，巴比欧。我来蒙装。你剪不出来，不要硬装了，不要装了，好吧？你剪不出来的，我都剪不出来了。可是他想的样子好帅啊！你有病吗你？你有病啊！不是，赵哥，我这个角度好不好？28怎么来的？28就是51减二十。51。哦，原来，所以 Faber 你也很笨就对了，是不是这样？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不等我吗？我可以算一下，我真的这个不行，没有，我要这个我真的有，因为孟多这一题也是错的，我们看孟多他怎么算。不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日本的教育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自信，我记得我就是国小学到是这样子，你看哦。扎边选那个23扣51嘛，那23就是减不了嘛，但是扣51就是硬要减的话 ，-18， 对嘛？哦，可以倒扣啊？为什么？可以吗？请问你23+18是多少？啊，对不起，哎，没有 ，-2 啊 ，-28， 哎，28啦 ，-28， 然后呢？很烂。这边是-28，有没有？有。然后呢？这个像这边已经。解决了，解决了。所以呢，我记得 minus 跟 minus 变成 plus。对啊，对啊。负负得正，然后呢？对啊，没错。对啊，对啊。那为什么？那124+28是多少？你是算错。156。哦。150。没有，所以他的考卷来说是142。是啊。所以我在算错是不是？对，因为你一直写是-18。奇怪哎。原来都只是这样，走了也好了，走了。一般来讲，我们数学只要有括号，括号里面的东西通常是优先算的。所以刚刚有几位同学概念是不错的，只是计算错误而已。是，所以23。那这位同学是不是应该退学？可以留校查看啊。哦，是。23减51，小的减大的好像不够减嘛？对。所以我们知道这时候小的减大的就会有负的，有欠的情况。所以51多减23的话是28，可是实际上是小的减大的，因此它里面是-28。对。所以括号里面要优先算。刚刚这题目这边是减哈，刚这边是减，所以是124减掉-28。那我们知道负负会得正跟加号，所以124加上28就等于。152。好，老师，那这是这个答案。那我可不可以再有一个数学题？可不可以请问你？可以。六月初的题目是：124加括号6×5加30减五除以4等于多少呢？答案是多少？这个问题刚刚谁数学题最好？哎，还我最好的数学。奶奶 ，please 会吗？好，巴斯光年奶奶。你真的是这样哦。哎呦。现在在解题的这位是清大经济系的同学。我的问题真的好复杂哦。好，你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现在请少侠再来算一次。哦，给我一点时间了，我现在压力来了。我有问题，要怎么都算的比较复杂。六月，哇，你真的太棒了，算时间，然后就28嘛。嗯，28.85啊，好慢，少侠，你这样还是很慢呢。是错了，你来，你就是错了啊！你刚才不是1.25吗？
1.25 为什么变成85哎？减掉啊，1.25为什么又一个85，不是75吗？气死我啦！为什么？当我人真的笨。用分数会比较快啊，用分数不要换。什么叫用分数来？哎呀，加我吧，我更吃的是最好的。用成1/4啊，6/30嘛，然后这个再加30，然后再减掉1/4，嗯，然后所以这样的答案就是1/24+60，然后再减1/4。那也没有比较快啊，一样。2又4/3，4/4，4/3，对啊，对吧？6×2=10。其实错了，因为他这边是加的，你到后面变成减的，加起来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看错了，老师。数学系的。一。哎，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换成三？没有，我觉得用分数比较容易啊。我但在这边算的比较紧张了。OK， 就是用分数算不是会比较容易吗？我觉得变小数点比较难。这样是 OK 的，嗯，因为你用分数或者小数只是呈现的一个形式而已。所以他的有比较快吗？还我都最快的，你刚刚算的才乱七八糟嘞。哎，不好意思，比欧他说他想回家。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常常用这个方法吗？对，做这个数学。对对对对，我们有。你们在什么样的状态要算这个数学？你们什么时候会用这个数学？不是，比欧他是清华大学，所以呢？他不知道清华大学在台湾是台湾的顶尖学府，多高啊？没有关系啊。然后6×5=30是大家都没问题嘛？加上30嘛，我们知道先乘除加减，所以乘的要算，除的也要算。所以这边的话，我也会选择把它用分数来表示。可是你会计算成1.25，因为你有的人直接看5除以4，一下想不出来是。想不出来是1.25。嗯嗯，对，1.25。写成1/4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想。好，但是不管，这边就是1.25。对。啊。对，我也觉得写的小数点会比较好算一点。所以1、2、4加上。这边你可以把它先加起来，然后再那个，也可以把括号直接拆开，因为这加号这边不用变号嘛，所以加30加30减掉1.25，所以这样子1、2、4加30加30就等于加后面60，所以是184嘛，184减掉1.25，182.75，对，182.75。哦，默默的你在里面算完了。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老师，是以这一题数学题来讲，它是小学几年级的程度？小学几年级啊？因为有到小数点的，就除出来有小数点啊，所以到小学大概3、4年级的时候。这是唯一一集录起来，法比欧跟小梁哥都没有声音的一集。所以我们两个是天生一对，对不对？好，今天上了这么沉闷的数学课，大家开不开心？开心。外国人一般给人印象就是数学不好，大方不计较小钱。但今天外国新娘们要来 say no， 他们不仅算得精、算得明，从身上出去的钱可是不会白白浪费哦。我觉得有时候台湾人常讲一句话嘛，谈钱伤感情，是，真的很伤感情啊。不好意思吗？哎，嗯，什么就不好意思？所以第一题你从来不会跟我们谈到钱呢？没有，因为我这个人的宗旨就是，而且我的座右铭就是说，能不花钱就不要花钱。这是什么烂座右铭？就是有东西吃就吃，不要东西偷就偷，就拿，拿回家再说。对，是这样。那你真的哦，我跟你讲，台湾人其实没有那么他啦，只有他是因为对啦。哎，你会不会比客家人还节省呢？我很节省，很节省。对对对，对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每个人的国家，请问一下你们国家对钱有像他这么计较吗？像日本哦，就是要看地方。应该如果你是日本人的话，你是东京人。哦，因为东京人比较会计较，但是呢，我发现这个是我东京人，你就是马尼拉人，不是，不是。问题是，比如说好，那他们计较到什么程度？哎，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吃饭好了，就是吃晚饭时候叫税，1570块日币好了。那就是像我们酒桌，好 OK。一个人500嘛，然后多了70，我来付就无所谓，就是看谁有70块付，就台湾也是这样嘛。但是同济人这个都不行哦、喔。
他说：“哎、欸，不行不行，等一下，哎、欸，七十五块三 A 多少？哎、欸，少一块钱的算、啊，我付。”我说：“没关系嘛，我付。”他们会生气。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好好的赞赏一下，尤其是长辈，因为我觉得年轻可能他们可能赚的还没那么多，可是长辈我真的有遇过小珍姐那个状况，就是我们一群人在吃饭，然后就遇到一个长辈，他说：“哎、欸，你们再慢慢吃，我先走。”他真的就默默帮我们结账哎、欸，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惊喜。然后像我出去跟长辈吃饭啊，如果你跟他讲到要付钱，他会生气。对，你拿一千块给他，汤哥就是这一种，他说干什么？收起来，你就给我好好吃，吃完，然后他就会自己去结账。对，对啊，台湾人所以当长辈蛮倒霉。新梅姐是啊，每次我们要请他吃饭，拜托要讲多久，他才会愿意让我们请吃一次，而且他都就他一个人，你就问他说，哎，那你要带谁？他就坚持他一个人，他也会不好意思让你请这样。哦，那当然你不会有这种困扰，因为你没请过他嘛。我要，我有这个心，只是一直没机会。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是长辈，很多长辈很大方。可是其实平辈里面有一些台湾人的朋友会比较，其实表面上他不介意，但是他心里面其实都算得很清楚。像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哎，我们大家出去常常吃饭，就像刚才孟多讲，可能那个零头多个100块200块，我们就不会去除了，那就可能是哎，那付钱的那个人，我们把钱给他之后，他就把这零头付掉。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是大概吃了几次饭，然后都很习惯，就是哎钱就交给他，他去付这样。有一次要叫他去付，他不要，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每次都我去付，零头都我出。哇！然后之后我觉得啊，原来其实有些表面上没什么，你久了大家还是会放心里面，还是会记在心里面。可是还是也有一种哎，他就是他也是负责收钱啊，比如说每个人1000，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每个人只要800。这种坑钱的也有，对不对？也有这一种的啦。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平辈要看个性，有些人真的是会比较计较。那其实一两次以后，你就会算得出来了。因为真的是，假如是13579，这24680，这算起来真的找那些零钱很麻烦。对。可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人，那你大概跟他过一次两次，你下次就跟他把那个零头直接去掉，然后就说那是好比说157，你就直接跟他说150就算，就让他 Kimochi 比较舒服一点。对啊，要不然就不要找他。但是还有一些人是我要给你钱，你是收钱，你会觉得哎，帮你砍个零头，大家自己对对，我们157收150。然后还有碰到那种是要给人家钱，他说哎157，那我给你100啦。也走的也有啊，到底会不会算数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美国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算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计较。哎，真的，美国人确实是算得比较清楚。如果你出去吃饭，那我点了一个汉堡10块，那你点了一个牛排20块，那我为什么要 share？ 对不对？你要自己算清楚，你要你吃的东西，就是说我的汉堡都10块哈，我们还要加7%的税，就变成10%。对啊，10%70%是不是点七哈？降多少？降多少？对，还有服务费。$10.70啊！不是，那你讲那个是你点当自己点自己的啊。可是如果有时候出去吃合菜，然后比如说你点了什么？不好意思，美国没有合菜。没有。不是，就比如说像我们大家会点意大利面 pasta steak， 大家什么东西 share。这样的话，这是在台湾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美国人都很大方。哪有你上一次去美国吧，说你又大方啊？我跟你讲，我们是好兄弟哦，我们是好兄弟。我跟你讲哈，所以你们是7月才会出来吗？对的，不是，不是啦。反正呢，我们去美国吃饭，对不对？他吃我的没关系，他没有讲哦。OK， 好，那是买单的时候，他算得很清楚，有合理。OK， 这个了解。但是呢，我比如说杜丽点的汉堡，那里面有10条，我要就是我要吃10条，哎，他生气耶。这是我点的，不好意思，真的会，你要先想好，你有想到懵懂的时候到底是碰到什么吗？碰到什么？怎么样？而且你要想好，哎，不好意思，你弄不乱他的头发。而且你在我的公司哪里？我要算你的钱吗？你看这个人，这个都机器人。一开始你看自己跟我讲说你可以住我家，然后你现在说是这样讲。我没想到你真的会去。打架！你接着我就是好意思的讲而已啊。哎，他只是客套而已。
而已啊。你们不是真的朋友啦。哎，这个很过分。可是美国人真的很会算。不然你要他睡路边吗？他睡路边多像流浪汉啊。你知道美国人会算，算到就是说他可以跟你讲说他会怕你误会，然后他就会过来讲说，哎，我跟你讲，我刚刚真的只有吃了这个薯条，我只有吃了两根，所以这薯条我不算我有吃，不算我没吃，而且我今天也没有喝酒。然后呢，那牛排点了我也没有吃，对啊，他就会跟你讲什么时候没吃。喝酒是大家我们的习惯，台湾是大家一起喝完，大家就够大局付。没有，他会跟你说我喝了几杯，我喝了多少。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你们亚洲人不懂，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点一道菜，对，我们像吃这道菜，我们不像分享。像你去一个餐厅，为了我不知道这个。好一个宫保鸡丁，嗯，我要吃我自己的宫保鸡丁，我不要跟别人分享。对啊，我觉得你这样好对哦。那宫保鸡丁是不是合菜？是不是合菜？你说。我只是觉得我们要尊重别国习俗。因为有时候你去一个餐厅是为了吃一道菜而已。要吃的很饱，然后你不要为什么朋友在点一些 cocktail 啊，或者一些甜点什么的，为什么要分享？对啊，为什么要分享啊？对，太夸张了，双重人格啊，小泽姐，潇洒不？潇洒不？出来。可是法国也是会这样吗？也是斤斤计较吗？其实跟美国差不多，对，但是我们不会真的算得很清楚，可是我们会看我们在那里花钱，像比方说。好，我一直跟朋友去餐厅，我们吃饭，然后我告诉他们，就是我买一个新的外套，可能是一万二。他说好 ，OK。然后等一下他们要出去夜店，他们要买宝箱，那个 table。包箱。对，可能是一个人5000-6000块，我自己不要付。我说我不想，我觉得就是在夜店，就是在夜店花钱来说是浪费钱。嗯。他们不懂为什么，哎，你为什么可以买一个外套12000，可是不要跟我们出去，然后付15000块。是，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价值观的不同。我是对，就是出去喝酒没有兴趣。价值观啦，真的是价值观。因为比欧也不用包厢，他站在那边就好了。对啊，站在那边要什么都来了。对，人家就会帮他盖一个包厢了。他在哪里就是包厢。这样讲，他对喝酒没兴趣啊。对啦。对啊，就是讲他假如说不是喝酒，可是那边会觉得，你可以付一万二，我有个外套，是为什么跟兄弟去出去付5000块不行？对，价值观啊，价值观分得很清楚啦。可是他拒绝，那可是我问你，如果说他们还是后来还是你们后来还是有去夜店吗？我去啊，可是我没有。那你去，那说他们在包厢，你自己在外面吗？没有，可是我可以买一杯、两杯、三杯，可以。可是你还是要坐在包厢里吗？没有，他不用坐。没有，就是跟朋友聊天就一个。最好是啊，你每次跟你去夜店，我跟你讲，每次。那我在旁边，我也要。你看，如果没有包厢，谁会理我呢？当然，什么当然？你好好讲。没有了，我觉得巴西跟法国还有美国也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在巴西也算钱非常清楚。嗯，然后就是如果要出去吃饭，很多朋友。我每次跟法国一样，我要点什么东西，我来付我点的东西。嗯，那如果你要吃的话，你可以来吃一点点没关系了。但是我会付的钱是这个餐的钱，就是这样子。如果大家出去吃饭嘛，但是如果比如说，因为我们巴西人很喜欢就是做那个巴西的 barbecue 嘛，嗯，所以就是我以前在巴西的时候，我就做一个 barbecue， 然后那个肉什么的我都买了，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很多朋友说，今天下午来我家，我来准备 barbecue， 大家可以吃这样子。但是我不会跟你说你要带钱，你不用给我钱。但是我们你其他的东西，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准备，比如说酒沙拉，对，比如说酒，就是因为我们巴西就是喜欢吃肉，然后喝啤酒，嗯，所以酒的话，看你要不要自己带，或者是到的时候大家我说哦，你给我15块，你给我15块，出多少钱买？大家一起买这样。那为什么我每次去你什么都不会带？什么时候我都带东西啊？而且肥仔你很聪明啊，我们去餐厅他会点他自己想要吃的菜，然后刚刚他会看你的菜，看起来还不错，来只是看啊，然后就是看，来东西可以吗？哎，这个看起来还不错，来试试看。结果什么都会吃，你真的很坏哎。可是我会不会买单？
也会吧？不会，你的部分呢？对啊，也不会。不是想到中秋节烤肉啊，因为我们上次也是烤肉，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一家包含酒是多少钱哈？比如说一家一个人是1500这样。我就又接到美国人的电话啊？为什么？干嘛？我不需要吃到1500，喝到1500。你真的接到他们这样质问你哦？他说我不需要吃到1500，也不需要喝酒。嗯。但是问题，如果少他这一家的话，大家怎么这个局很难凑啊，不好弄，很难算，重算，对啊，有吗？喜欢计较，那你怎么处理？啊，杜丽怎么会打这样的电话来呢？你不要喝酒，怎么可能是我这一家呢？想清楚嘛！我跟你讲，他应该是打来说怎么只有1500的酒。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以前就是跟台湾人朋友一起出去喝酒，然后我吃饭，到那边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一起点，然后我们一起买单嘛，就是这样子想法是比较简单。对。但是那一天我只喝了一杯，大家喝了30杯，30杯。到最后，本来我要付250块，本来我就付了1000多块。那啊，这样子不公平吗？那你喝一杯是我们的错吗？对。你既然已经知道要付这个钱，你就要多喝几杯啊！那你可以喝3杯加4杯，7杯啊！什么7杯？哎，但真的有时候跟台湾人出去，比方说出热炒，我都不吃鸟，但是谁吃鸟啊？没有人吃鸟。所以如果我去，他们真的很喜欢点很多牛肉，所以我都要多吃其他的东西，就赚回来。因为台湾人不会这样子分。那像之前我跟一大堆加拿大朋友，我们出去吃热炒，我们都会算得很清楚，就是不喝酒，不用付那个酒的钱，不吃素，都不用付肉的钱。你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有人说，哎，那我不吃海鲜啊，那你到底要怎么算？他又不吃蛤蜊，他不吃海鲜，他不吃什么？怎么就不要吃菜好不好？可能就是酒跟吃素。如果你想我就是不吃牛，那算了，你就是要吃别的，因为还有其他的选择。嗯，对对。但是如果是吃素，我觉得这样合理啊。为什么要买那么多肉？我跟你讲，为什么呢？我其实这个两年我做演艺圈做的还不错，但是呢，我的户头里面都没有钱的，原因就是你们，你们这些人，我跟你讲，你算清楚，你都把事情放在心里，现在你就爆发。梦都我太了解，因为我们个性就是很怕麻烦。你要每一次喝完，大家开开心心的，然后你又要这边计较说，哎，你我没有吃牛肉，哎，我没有喝酒，算了，我买好不好？所以可能一个人出多少最多啊？因为每次出去，因为都跟你们这些朋友，我们不喝醉了干嘛？喝醉就变得很大方。我怎么？杜丽在耶？怎么可能？哎，他好超多的，还不是一样？他的裤子不见了，他怎么付钱？钱包不见了？对。那是他的事啊，靠屁事啊！气成这样子，那韩国呢？我觉得真的你们很复杂，在韩国很简单啊，就是没有人买单，大家吃完就跑。不是不是，大家就一起去吃饭嘛，就是看长辈，最长辈都要付钱。比如说我们在韩国大方的，对，差1岁也是算长辈，所以姐这样的时候就有。长辈就全部都付了。那如果生日差一天呢？我是27岁，你几岁？我也27，几月？11月。啊，不跟你吃饭吧。反正尤其是我们抢第一次、第二次更严重。第一次、第二次的话，就一定要。嗯。如果3次什么变很好朋友的话，就可以分享。可是第二次就一定要讲。那你们会分享之后会像他们算那么精吗？就是说不喝酒不吃。其实说真的，我人生那个我的户头里面最有钱的时候在韩国的时候，因为这是很多前辈嘛，我都不会付钱。对对对。那你就搬去韩国啊？啊，还是喜欢台湾。对，所以韩国人可以 share 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像刚刚他们讲那么精。而且现在在梦多现在在韩国定每天付钱呢、啊，他那么老了。然后像刚刚吃饭那个，我跟你讲真的，美国人的菜你不能吃他的啊！你如果这样叉子这样，哎，我们试试看你那个牛排怎么样？他会生气，生气了，不行不行啊，不行啊！其实这个跟小气没关系，是他们觉得是卫生关系的。是卫生？那你用你的刀子切给我啊！对啊，而且杜丽多卫生，多卫生。可是我跟你们说，可能觉得很奇怪，可是台湾人会先付钱。可是可能一个礼拜以后，你们会说，哎，你看我上次有付钱，为什么你今天不付钱？
对啊，对，就是有这个问题，你一直在背后讲你朋友说，你看，哎，我跟你说，我最常听到这种东西。我们不会在背后讲，我们在你面前讲啊。我们上礼拜出了什么？对不对？就是大家会，比如说出国就会这样子啊，大家就会有默契嘛，但不会讲好金额，可是大家就会有默契，讲大找大概差不多金额的。对。啊，今天可能我请，明天可能你请，这样大家就有一个理想。对啊。大家各请一台这样子。可是这个很奇怪啊。啊？你在对面说，哎，你上次我请客，你为什么现在不请客？哦，基本上我们是不会闹到那么僵，不会去讲自己的家长规矩。然后像我们出去会就是会缴一个公费，这样就是比如说，哎，大家出去就会先把多少钱出国玩，先把多少钱给那个，然后慢慢去扣这样。然后我遇到一个美国朋友是，哎，那一次就交给他来处理，结果他到后来他会就是每一餐的多少多少钱哦，多少多少钱他就要扣，然后扣完之后他最后剩下的钱是分到非常细，就是。几角啊，一块钱那种，然后你就觉得哦好累，那就算了。他到后来是我们很习惯一个事情，就台湾我们常坐计程车，比如说哎，大家刚好就唱完歌要去哪里，坐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就啊，我身上有零钱，我来付这样。但是我知道美国计程车不便宜，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他会先付掉下来之后，就开始跟大家要算计程车钱的 Go Dutch 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哦就是分得很细很细，然后可是你到后来发现，就是那个 Uber 也是，他也是可以大家拆账，对，可以分享，是 Uber 是可以分的。那我想问一下，假如 Uber 的话，那谁刷卡？然后是当时算谁？没有没有没有，他可以，比如说他可以各刷各，他有各的，他有个机制，就是说他可以你可以进去，他可以 Go Dutch， 然后你可以点，比如说陆明君、Junior、小优，然后小优还说此人不存在，那你就把他退掉，然后他就可以四个人 Go Dutch， 他自己各自从你的信用卡里面扣掉，对，所以你才知道他们分的好细。但是除非你有在用 Uber， 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会有你的资料。是啊，是啊，对。对，哇塞，这我觉得他们其实是真的是算很习惯算的，对啊。而且你们刚刚讲的这个城市只有在外国有，台湾的 Uber 没有 Go Dutch 这个，没有，对啊。你碰到的也是美国人？我其实到对我讲有碰到算的比较清楚。好比说我之前有帮一个美国朋友买台湾的 CD， 然后他就是写 email 跟你说，哎，我要谁的谁的 CD， 然后我说，他说那多少钱？然后我就去唱片行买 CD， 我说，哎，大概180台币，然后他就会算他当下跟你讲这个电话 email 的时间的汇率，然后算换算给你，然后他就直接就写了钱，他说那你接不接受这样子？那你就说接受啊，因为他可能下次回来是大概是半年后。但他就是说，他现在请你去帮忙做这件事，他就算现在这个时间的汇率怎么样？哎，这样子不错哎。啊？没有，他有问你接不接受？我好想听你的回答。我后来想到了，因为你要想好，两年前在美国是就是要买美金的话，可能是一块美金就是28块台币哈，现在已经涨了哦，32，已经32了哈，是不是？所以那也是现在有涨啊。如果我碰到跌了，我帮你买东西，我还赔钱，不是很衰？对啊，谁叫你帮我这个忙？他们会这样回答，他们会这样思维，哎，对啊，你会没朋友，我跟你讲，独立，真的好可怕，不要跟美国人交朋友，好不好？德国人真的很会算清楚，我就现在住在少侠，就是德国的客家人嘛。一定要把名字说出来。这个也有另外一个例子，不是少侠而已。我就现在住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德国朋友，什么都要算得很清楚。坐计程车有四个人，可能130块都要分得那么清楚，而且都是这么零钱呐、啊，去吃饭呐、啊，去电影门票，而且那个爆米花。不只是买爆米花的钱，他也会算你有拿几把爆米花。太累了，这怎么算？这怎么算？没有，所以他在哪？我去哪？然后我再吃，我去拿第二把。所以嘿，我还没拿第二把，你干嘛去拿爆米花？真的还假的？得过了 ，Oh my god！所以他根本没在看电影，哎，他在注意你抓多少。对，我最后就不敢吃了。还是阿龙，你真的一把超多的，你少来了。没有，你就给他算抓一把10块嘛，他尽量抓啊。没有，因为他就是要分得那么清楚，钱不是一半一半，所以吃的分量要一半一半。累哦，不好意思，超累的，是怎么弄啊？哎，太麻烦了，太麻烦。但是我觉得，那你今天穿那么多会不会麻烦？不，很舒服，很舒服啊！棉袄。我觉得墨西哥人，嘿，很麻烦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墨西哥的朋友，然后他，我跟他的感情很好，本来我们是真的很朋友，
但是你要谈钱的部分，他好像改一个人，他骗一个人，他因为他的方言完全不一样。哎，我们前年本来要去那个美国的那个一个活动嘛，然后那个要提早买门票，因为太多人想要去，然后更好我就说，哎，我在做计划想要去，所以我把那个表顶下来了，然后就到最后我就发现我没有时间可以去，然后就说，哎，我现在用这个门票又没办法可以去。然后我就说啊，那我就要卖掉这个机票嘛，这个门票。然后我就跟他说，哎，现在我在买这个门票，你要不要买？然后很多人说啊，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但是因为他是我好朋友，我们跟亲很好，就说好，那我就卖给你这样子。但是到因为那个票在那个美国，那他在台湾，那我就说没关系，这样子好了，你先把钱给我，你去美国的时候我会。叫我的朋友把那个门票寄给你，这样子你就可以进去那个活动嘛。但是他开始跟我说啊，这样子的话我可能比较不舒服，哎，可能你就是邀请你的朋友把那个门票寄到台湾，到台湾的时候你把那个票给我，我再能给你钱。但是我就说你我们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是不是骗过他？没有啊，我们就是好朋友，我就觉得如果是你相信我，你可以这样子做啊。嗯，但是到最后他一直想要，一直想要，但是他不要给我钱啊，我怎么卖给你啊？嗯，对啊，那我就说好，算了，我就买给别人，那我就买给别人了。到最后他觉得我有点奇怪，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钱，我怎么会卖给你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墨西哥人。有时候真的太复杂了。我不是那么计较的人，但是特别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因为真的谈钱真的会伤感情，我觉得，所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要聪明一点。像我如果跟女朋友出国，是因为她那时候就是没有信用卡，所以就是变成几家酒都是谁要付？你啊？我。对啊。最后，如果你没有把那些东西记清楚。到最后你可能一定会少落掉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要写在一个基本里面啊，机票多少。请问你跟你这个女朋友交往多久？3年啊。三年你还要计较成这样？因为她是美国人啊。I'm sorry， 这个是 OK 的吧？这个因为机票那酒机加酒就很贵啊，不是小钱而已哦。对，就要算一下呢。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吃什么饭，就是稍微把它写下来。那一开始都是全部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付钱哦。那回来台湾，我就是要跟他拿这一笔钱。但是我。什么声音啊？我第一遍，我请问一下，你算到合理的吗？我问你，请问你账算到多细？比如说吃饭，或是说我在路边买个水，真的都会算多细？从我口袋拿出来的钱，我就是要算，就是这么清楚吗？这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那你事前有先跟他讲吗？说你们回来要算这个钱吗？当然啦，他还跟你去。他也可以留在台湾，我无所谓啊。所以你事前不是他的决定啊。所以你事前有跟他讲了，说我们所有东西都对，就是要各付各的啊。女生可能会觉得说，男生啊，反正到当地浪漫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会计较那么多。就把我们当金主哎。你真的爱他吗？他爱钱呢。Yes。当然爱啊，你不能这样子讲。但是最后，对，我可以调皮，他不要这样子好不好？重点是回来之后，他这个人为什么没有马上还给我钱？因为他忙着在改电话号码跟搬家。离开你没有？是多大的钱还要搬家？没有。但是后来就是变得他很计较哦。每一次出去吃饭，我们在台湾，我们已经回来，对不对？我已经算好，比如说他要还给我18,920块。比如说这样子，20块也要好，然后呢？就是算好的嘛，就是多少嘛，啊，那就回来，我们出去吃饭，他可能付计程车的钱，然后就开始把它写下来。我现在就是要从那个钱扣掉。合理啊，合理啊，合理啊，合理啊！我觉得你女朋友好厉害，合理啊，这个是合理的。然后他请我吃饭，他说就扣掉，但是问题是我应该是早就帮他算利息吧。因为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啊？他的逻辑是他不能用你的钱来请你客的意思。哎，对对对，你以为信用卡不用付利息吗？不是，他
我觉得他女朋友其实说，你要跟我计较，我就会比你更计较。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生气了，他生气了。而且我问你啊，他应该是都没有请你吃饭吧？有啊，回来台湾都是他请的，都是他请的吗？对啊，但问题是他没有一次把他付完，这样子。你就是要一次付清就对了。对啊，本来就是、啊。而且我真的不懂那个女的到底贪图杜丽斯。真的，一万八千九这样，就是真爱。这是真的，因为我朋友之前也是交一个美国男友，他们也一样出国玩。那个男真的也是把所有 receipt 收据都收好，叠起来，然后用订书机订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算除以二，然后呢跟我朋友拿钱，然后还要拿美金，还不能换成台币哦。合理。他觉得那个汇率不好，他要的是美金。然后我朋友就已经真的就是换了美金，可是他不够，可能缺125，可能那一天他身上就是最后是欠他5块钱美金，那个5块钱美金他念了一个月，哎，你还有5块钱美金没给我，你还有5块钱美金哦，他要给他台币，他说不行，我就是要美金。那你现在男朋友，你现在美国男朋友也会这样吗？会吗？分手了。哎，五块还是500块钱还是钱啊？嗯，对，你放在心里过久，你就会变成像梦多这个样子，就爆发。对，对啊，你刚才爆发了，真的爆发了。那巴西没有啊，我跟你讲哦，我本来要说是那个西班牙，结果听到顾立的故事，我想要改美国。No， 美国怎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太夸张了，就是你跟那个女朋友在一起三年嘛，对啊，三年都是这样子吗？是。太夸张了，我们没有结婚为什么不行？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啦，你跟一个女朋友在一起，就是你有时候还是邀请她吃饭嘛。对啊，没错，有时候，请问她到底什么时候要请我吃饭？但你请她吃饭，没有，她会请你吃饭，就是不会有这种状况，好不好？因为我跟你讲哦，我那个古龙，你知道吗？这是我西班牙的朋友啊，古龙，他以前。第一个约会都是各付各，然后呢，下个礼拜的约会什么的，他们在一起大概6个月，都每一次出去吃饭，他们都我付我的，你付你的。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说，第一次约会的话，很多女生觉得男生是应该付钱，我觉得不是应该，但是女生必须要给那个感觉嘛，就是哦。多少钱？至少要问多少钱？啊、假装掏钱、啊。对，至少我们男生会自己来付嘛。但是至少要说，哎、欸，多少钱？但是美国人跟那个西班牙人都不会。第一个约会跟的最后一个约会都是各付各，我觉得这个大夸张、啊。这个真的会影响那个感情。好，你刚刚讲说他还没有嫁给你，所以你必须要这样。那请问一下，娶了他之后，你们两边夫妻会比较好吗？你就不会这样计较了吗？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子，又更何况你好像吃的比较多哎。而且杜丽，你为什么跟他分手？跟钱完全没有，有是其实跟钱有关系的。你看吧，你算太清楚，其实是他受不了你每次都要分。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我自己觉得他不够努力。哪一方面？就是努力赚钱吗？因为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们家真的想得很清楚。他们连买一个牙膏也会算，而且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变成有一点好玩，因为就是一个月就是谁花的比较多钱，那个人月底就是要请另外一个人吃饭。哦，可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情趣还蛮好玩的，还蛮好玩。我有一个台湾的女生朋友，她嫁给她老公，她老公也是，其实他们两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老公出去也是算是大方，就是吃饭就请这样，然后就后来发现结婚以后。她老公一个月就给她10000块的菜钱，她每天都要做菜给她老公吃。然后如果到了月底的时候，她老公还问她说：“那你这个月剩多少？”10000块，10000块三餐吗？她晚餐不一定，反正就是你放假的时候她都在家吃。她都不知道现在菜价有多贵。然后重点是，如果老婆买不够钱了，她还说那她是不会多给的。就老婆说没有了，她不会多给，叫老婆自己想办法。那如果有剩呢？基本上不太会有剩10000块，然后重点是他还要看，就是
到底你买了发票买了哪些菜哪些菜，然后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这太夸张。他如果只吃晚餐的话，等于他一天晚餐只有333块的扣打，能吃什么？两个人呢，能吃什么？对啊，能吃什么？根本是没什么能吃的，而且你居然还问他有没有剩，你到底想怎么样？而且你有到底想把 Stacy 逼到怎么样？而且我说真的，你有时候买回来自己做，还没有你去外面吃便宜。现在没有，因为现在票价太贵，现在搞不好外面吃还比较便宜。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像你这样，老公算得很清楚的，然后也是弄到月底要看老婆，真的是要看那个明细发票，但是不是10000块，10000块真的是不符合现在的那个物价，然后大概50000块，然后他会看了以后，就自己老公也会有些菜市场上的东西可能男生不知道，但好比说像我那朋友他会说，哎，你这牛奶为什么要去 7 买？你为什么不去全联买？全联比较便宜，大卖场。对，就是会有时候他不会想到说女生可能觉得比较近嘛，就在前面买一下就好。为什么要去旁边那个全联买？还要上下楼梯，不是很辛苦？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不跟小这个，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省钱，这是完全是刻薄了吧？有吗？50000块还可以请人帮你上楼梯耶？一个月50000块也没有到。但 Seven 的牛奶真的很贵。去全年就好，去全年就好。那请问一下，哪个国家你觉得他对钱一点都不计较？日本。对，我也投日本。会吗？我投日本，因为就是其实蒙都还蛮大方，我也是蛮大方，我不。好了，杜丽没关系了。好，杜丽不要说了。好了，先聊，先聊，我就讲蒙都好了。好，反正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我们上个礼拜出去吃饭，那我跟我经纪人也在，那我们就是去吃拉面。嗯。那就加起来，我们一个人差不多300块。那我就是要帮我经纪人付钱，然后就给 Mono 1000块，他还还我700块。啊？请？那是算数学不好啦。对啊。什么？这是单花吗？算错吗？什么意思？是算错啊。你没有收他经纪人的钱哦。对耶。不是你要请客吗？经纪人是你请的哎。我以为是你要请的。真的耶！啊，真的耶！我怎么不会算钱呢？怪不得你的存折都没有钱，真的根本存不了钱。现在还你啊！哇，他们算得好清楚哦。你说一个人那300嘛？300嘿。对，好啦 ，OK 啦，这个债也该还。好啦，结清了。OK， 还得清楚，可以不用再联络了。但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大方，真的。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们巴西没有这个的文化，我们巴西真的是各付各，出去就是嘛，我付我的，你付你的。但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就交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想要请我去吃饭，然后到那个餐厅的时候，我们吃完了之后要买单，我去买，我是说，哎，那我的部分是多少？他就跟我说，不用了，我们请你就好了。但是我就因为我没有这种的经验嘛，我们巴西完全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发现不是第一次哦。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他都是付钱的。我说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说啊，因为你是新朋友，然后你在台湾还不太了解什么东西，所以会啊，台湾人会这样子啊。而且我们有这种母爱啊。我们有一些朋友真的很大份，就是他们请我们吃饭，他们都会买单。我真的，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太大份。台湾太神奇，不要说是你是外国人来，我们到高雄、到台中的朋友都说，你台中这边都算我的。对啊，真的，好可怕。你走的时候，他就会多包几个给你，对，拿带回去台北给你。对啊，台湾人真的很有人情味。对啊，台湾人就是很有人情味，但是那个九州人，有些九州人更夸张哦。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看我比我年纪大概5岁吧，40岁左右的那个人，他很努力的，就是赚钱，然后就是成功了，然后他的一年收入快5000万台币，就是九州来的很好，但是这个钱是哭过来的钱，我觉得他应该但是呢，他太大方，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他说是快破产，但是问题是这个朋友跟这个朋友没有很熟，就是认识而已，结果这个人说，哎，我要快破产，可不可以借我1000万？1000万，日币1000万。然后他说好啊，哇！那一天当天没有什么签名什么的，就是直接借了啊。第二天不见。如果我的话，就是1000万太大嘛，就报警啊什么的。对。然后就是，而且这个朋友我认识，所以我问他说，哎，有没有帮你找？就是我有很多认识的人可以找。他说没关系，就是朋友嘛，算了。啊，算了。我跟他借1000万就好了。真的耶。
超大方的。好，那既然讲到借钱，我想问一下大家，朋友跟你借多少钱是不可以不用还的？哦，你大概就是十块以上嘛？不是，说真的，有的人哦来跟你借那种哈五千一万的啊，一万两万的，你就知道这种东西一定有去无回了嘛，对不对？对，因为我妈从小就跟我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要借人家钱，借你自己可以的金额，就当做不会回来。对，就当做掉了。对啊，那我这个金额大概是落在500块。也太少了，太少是。请问一下，大家可以借多少？应该5000吧。5000块，嗯，你很大方哎。算了，5000，大哥赚太多了。不是啦，不是，我个性本来就这样。因为那个我没有钱，不好意思。5000块就差不多啊，因为5000块可以看透这个人的个性，就算了。这样，我就是如果朋友需要50块，我就是。你在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50块，我让我讲嘛，我还没讲呢。你还要去便利商店换零钱呢？我还没讲啊。你回家了，帮我买个奶茶。需要50块，我就送嘛，我就送。好大方，对，我就送，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知道吗？好，下一个人呢？如果是500块，我可以接。哦，我可以接，但是500块我不好意思想跟你要，我就我也不好意思。啊，如果是5000块，哎，5000块怎么样？你就会每天站在他家门口。会，我那个会很明显的，要签约啊，要签约，签约，签约要怎么？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如果朋友认真来跟我说，我需要钱，是因为什么原因？好，我就说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来谈嘛。那你跟我说，谈什么？5000块要谈什么？5000块跟我谈呢？而且那个人他跟费丹尼借钱，你看他已经走投无路到什么地步了？50块要分期，有利息。哎，没有，如果你要20000块啊，你要跟我说为什么？对吧？那你生病吗？或者是生病了？他会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可以帮你。”这么多？不是，我会如果好朋友会跟我接20000块，我会接，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可能他今天是需要钱，以后可能会是需要钱嘛。那但是如果我接钱的话，我希望他会把这个钱还给我。如果我以后也需要钱，我一定会把这个钱还给他，就是这样子。后面这段我们有点听不懂。多了啦，反正他就是扣打就50块。对了，很明显。50块。可是我跟你讲，有一种状况就很讨厌，是比如说朋友们一起出国玩，好像有一次我就跟朋友去泰国玩，那你知道去泰国比如会一直坐计程车，那我就会刚好坐在副驾驶座，比如说这一趟我付，然后呢一起吃路边摊我也一起付，然后那个人永远都会，那个朋友永远都会说，我等一下再给你，好不好？你先出，我等一下再给你。哦，吃完火锅哦，你先出，我晚点再给你。什么朋友？永远都没有给。然后呢，等到后来有那个旅程都快结束，都要回台湾，我就会就有点不好意思说，哎，那个谁谁谁，你好像那个有些钱没给我，因为我也是爱面子的，我也会觉得讲这个话，对啊。然后他就会说，哦，是哦，对对对，他就好像一副想起来这件事，他都忘了。我说，哦，那大概多少？500吗？那我现在给你500。根本就超过1000，帮他垫了我们1000。谁教你们要做好记本、记笔啊？你就是要拿一个记笔记、笔记的。你出国玩你不会记啊，你就觉得好玩而已。哦，不好意思，杜立都会记。对啊，他每个都记下来。对 ，Junior， 我啊，我是其实我秉持原则，就是我其实不太借钱给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借，我就不会想那个钱是要拿回来的。那你说那种平常出去吃饭，突然间朋友没带钱或什么，然后挡个什么1-2千块这种，我觉得那种我就不会当作借，就是反正就是就请你就给你，然后我也不会去想。但如果真的要来借钱，我通常我也可能身边的朋友都比我有钱，所以我比较少遇到会来跟我借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有遇过，就是真的，因为我常常就是朋友真的没带钱，可能吃饭买单。
然后大家 go Dutch， 他说：“哎，先挡一下，我就可能一两千块借，然后我都不会想到要拿回来。”然后是有一次，我那朋友就突然间见面塞两千块给我，我说：“干嘛？”他就说：“我上次跟你借了两千块。”然后我那天好开心，觉得我赚了两千块，好开心哦！真的，对，真的没有超过一千块，就几百块就可以了哦。对，一千块以下，一千块以下可以，一千块以上就我会提醒朋友。然后就呢，回家以后，我们那天约完会都没事，很开心哦。然后回家，他特地打一个电话给我，说：“哎，宝贝，怎么啦？”我以为他跟我讲什么浪漫的话，说：“你今天薯条加大十块，忘记给我了。”那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我记到现在，怎么会这么计较啊？金牛座的，应该他真的不爱你耶。真的，十块要收。其实是比欧讲的，他真的比欧好伤啊！哎，薯条都剪了，他真的特地打给我。来我家餐厅吃饭，我好啊，当然好啊。与其算那么清楚，大家心里面不好受，还不如说都不要花钱，这样就不会清楚了。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我们自己讲，下次见，拜拜。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按下铃铛，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